今天下午在中超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，北京国安4-0客胜重庆斯威。这场比赛是国安本赛季中超前三轮三连客的第二个客场。上一个客场国安1-0客胜升班马卓尔，奥古斯托在第67分钟利用任意球打入制胜一球。而本场比赛比埃拉开场59秒就闪电破门，第36分钟比埃拉又助攻巴坎布进球。不过巴坎布的这粒进球张玉宁也功不可没，正是张玉宁的长途奔后的分球才让比埃拉在边路得球助攻。实话实说，张玉宁的分球有点太靠近底线了，否则比埃拉就可以直接射门。但也正是张玉宁的分球不准，才让比埃拉没了梅开二度的心思。他的横扫中路让巴坎布轻松破门。上一轮比赛张玉宁作为国安 U23 球员踢了80分钟比赛，表现也还是可以的。其中第62分钟张玉宁还曾上演脚后跟妙传，让奥古斯托击中了门柱。今天下午这场比赛施密特依旧安排张玉宁首发，赛前施密特还带着张玉宁一同出席了发布会，可见这位德国名帅对张玉宁的喜爱。进球才是硬道理，张玉宁在重新回到荷甲后正式比赛的颗粒无收，以及落选亚洲杯大名单的事实，令中国球迷对他多少都有些失望。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最后时刻，张玉宁背身拿球后的转身抽射轰出一记无解世界波，皮球如同炮弹一样直入网窝，这也是张玉宁的中超生涯的首粒进球。换个角度再看这粒进球，射门难度真的比较大，张玉宁的身体优势得到最大体现，转身射门也很有技术，此球无论力量和角度都堪称绝佳，门将也只能目送皮球入网。说起来真是巧合，上一轮西甲吴磊打入西甲首粒进球，本轮中超张玉宁又打入中超首球，但愿这两个首球能激发中国本土球员的进球热情。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杯上，在吴磊可能不回国的情况下，希望新的国足主帅能够把张玉宁招入麾下，在中泰之战中发挥他的身体和技术优势，帮助中国队再次击败对手。